哎、欸，有没有超可远啊？哎、欸，有一个来霸占顾那个啊！你看这个排队不点餐啊，经理，可以把这个不点餐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顾客至上哦，不可以这样凶。对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哦。小雨店员，他讲话了，他讲话了。你好，想吃点什么？欢光临。哎、欸，供应员，东西都不够了啦，供应员。吵死了，自己来搬车。供应员，供应员好凶哦。供应员太凶了，卡车坏掉了，卡车坏掉了。好好表现啊！本日最佳员工还没选出来啊！哇哇，太多人了吧？生意兴隆哎、欸！嗯，有啦，我觉得小雨看起来好像最忙哎、欸，给你本日模范员工好了。最忙的什么？哎，不做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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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哎呀，别这样，你们还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不做了，不做了，都一样啊，不做了。有啦，你们来就有奖金啊。我盒子要乱丢了。盒子要乱丢了。点错单的客人怎么？好了，来来来，经理也要外送，来，经理外送，经理外送。哇，怎么样，哈雷？我自己去外送了。我在外送啊。啊，你在外送。哎，这个车是怎样？出去看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有用屁股撞。明明就是你自己来撞我的、啊，喵外送。哇塞，喵外送，经理贵人啊！这经理真辛苦，还要自己那个。我要从窗户偷看他点了什么单。因为想看，不对啊，那个点餐为什么是不是现场拿哦？不是啊，他是点完餐然后要送，来点完，然后你要回去就送到他家。无聊啊！我来视察一下哈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开上车了？等一下，让我下车。来看看你有沒有做得好、啊。可是我看店里面有客人坐在那边，等啊，排队有没有？哦呦，这个到底是来干嘛的啦？被朋友带回去啊？啊，拍谁都在冷却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在视察呢，视察跟站在我正前方视察的。我在看你的眼神有没有认真？我看我的脸要收钱，你知道吗？客人在我们头上跳耶，经理。经理，顾客至上，处理一下啊！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去劝一下，劝一下。他坐下，坐下。有一个一直站在吧台，他已经站了五分钟了，他不离开啊。经理好忙哦，经理来了，经理来了。我看有个人用屁股滑出去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屁股滑出去啊！进来的时候是正常，吃饱了可能肚子太重了就会滑的。我走错地方了，我走错地方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，很好很好很好。点什么？快点！我从这边看，好好知道你要吃什么了哈。可是，可是为什么喵哈没有把饮料送出去啊？喵哈没有拿饮料吧？哎，喵哈，你可以一次拿很多个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拿很多个。可以可以。然后你送到他家的时候，你看下面那一排，还有就有房间，好，你可以一起送。叫我拿披萨而已。好好好。欢迎你们。拿到饮料了，找车伞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我已经，我可以直接拿给他吗？我走出来给他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啊！哎呦呀，等下我坐错地方了。等一下，发现你拿的是什么？油漆桶啊，我加料啊。为什么拿油漆桶啊？我倒在饮料里面啊。不要了。哎，为什么一罐饮料摆在这里啊？还是你想要喝？刚不是有点饮料吗？不行，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个是要外送的、啊。放下，放下。等一下怎么放下？经理叫我放下油漆桶。哎、欸，我拿的那瓶饮料，我不知道怎么帮你放下。倒推荐，倒推荐。啊，倒推荐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小雨，你是身兼主厨跟扫地员是不是？刚刚厨房有人拿饮料出来，害我转职。我回来了，我完全点餐。你在做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想说，刚顾客说要饮料嘛，直接拿出去给他。饮料这样是不是？他等下退冰不好喝，顾客就不喝了。还是你要拿饮料去那个？来来来来，哎，拿饮料去加热啊！爆炸啦，会爆炸啦！把这些不会爆炸。经理，我们有一个吧台被人家霸占了啦。你说这个是不是？经理，请问车开到海滩怎么办？不用怕，我把它开到海滩。我刚
开没关系啊，那个送给他，你回来，你自己用走了回来啊。经理啊，消防去把你顾客。我在驱逐他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仪式，你懂的。这是仪式，这是仪式。啊，好，很好，大家都有很好工作啊。那个想要给我，不是想要，想要我发奖金的，等一下来经理室啊。进不去啦。啊，经理室在哪里啊？旁边那个红色按钮按下去嘛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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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等下我自己按钮踩一下啊。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经理。好，今天有想要加薪的有谁啊？来来来来来，站在桌子上下去。哇哇哇！我已经做好了，我已经做好了，下去。你哎，我获得徽章，回去工作。经理经理，我的奖金呢？好，那你要跟我讲你做了什么啊？对不对？我一个人身兼全部厨房的事情。哎、欸，可以罢免，可以罢免，来投票，来投票，来投票，可以罢免。哎、欸，那我给你奖金，你不要罢免我，好不好？好谢谢。哎、欸，我要罢免他，我要罢免他，那个我要去罢免他。地上怎么都是盒子啊？可是可是还有30%，还有30%，你可能要再等一下。啊、好，还有30%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。哎、欸，不行、啊！不可以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包盒原在哪里？是不是你那个东西全部都丢在地上、欸？哎，是不是你搞的？是不是你的关系？你说。你不要拿油桶对着我，你想干嘛？踢他出去！不行，他是我罢免的其中一票，不能这样对他。啊，厨房就没东西出来哈。哦，厨房刚去要加薪了啊，当然没东西呀、啊。刚在加薪呐、啊，没空啦。等下啦，这怎么拿下来的？你把它喷完就没事了。我外送员的按退那个倒退键，哎、欸，怎么喷？我身上倒退键啊，倒退键。喷完，喷完了。啊！偷看一下后面，出不去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为什么那个车子出不去了？出不去！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车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？哎、欸，有人闹！等一下，真的有人闹厨房啊！不是啦，工艺员，你干什么？有人把披萨丢到那个地上啊！哦，我倒错地方了。后门怎么都是东西啊？刚刚突然变成厨师，你怎么可以说？等一下，虫子要丢掉啦。哎、啊，还要烤哦，怎么那么烦啊？一直飞出去，我们的厨房这样是开放式厨房，那个客人看到都不想点了啦，没客人了啦。不是点错，有人做错单了啦。好，丢掉，丢掉，丢掉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公务员谁哪个公务员把破都放在后门呢、啊？就公哦，就这个哦，公务员还、哦、你在哪里呀、啊哦？公务员，我可能没他的奖金，所以有点累，不能倒退。对，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还没发出去，所以你们的表现，哎、欸，最后不知道是谁会拿到、哦。哎、欸，经理，有人做一半的披萨，我现在不能动他啦，丢掉，把他丢掉，丢掉，丢掉。我现在是完全不能动啦，经理，救命，这个披萨拿不起来啦。好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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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个披萨？披萨拿不起来啊、欸！对，为什么这拿不起来啊？欸、因为这是还没烤好的吧？这是还没烤好的吧？那怎么办？当当，那个是表示有人拿着它。经理，客人说的话，你不加薪就太没天理了。屁啦！最好客人会这样。你说他质疑你的员工？他真的在讲。你确定不是你自己讲的吗？不是，是那个你看有右手边那个戴帽子那位先生他讲的。右手边，不是坐椅子那边。哦，你说这一个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刚刚点完菜的时候告诉我的。好，我跟他谈谈一下啊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灭火器的，灭火器的，厨房烧起来了。灭火器来了。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哦，发钱发钱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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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心脏有点大颗，我觉得很恐怖啊！你们这太失控了。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大家集合，大家集合，大家集合啊！集合在哪集合？来经理室集合。啊，经理室集合，请开门啊！啊，你们不会自己来吗？我们自己进门去吧。
那我怎么帮你们开门啊？你出来啊！我怎么帮你们开门啊？哦，我出来了。哦，有啊，可以啊，出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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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进来一个吗？只能进去一个。来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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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进来了。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啊！现在可以发奖金了，你们每个人说为你们每个人讲个理由，说为什么奖金要发给你来，罢免你哦。那我们那个角落的喵哈先来，为什么奖金要发给你来来来？我现在只会外送而已。我做空了。好，换杰瑞，换杰瑞。经理有人要泼漆啊，经理。没有啦，我把后门的那个货物给清掉。哦、oh, ，好，那换音乐。哦、oh, ，我刚刚拯救了厨房差，差点烧啊！啊，来，换哈记。你看我那么努力认真工作，你看我手上这个可不可爱？是蛮可爱的啦。但是你认不认真，这个我到时候打个问号啦。对，我很认真欸，超认真欸。你看满地都是货，乱放欸。然后满地都是货，你看我多认真，东西都搬过来呢、欸，都搬过来呢、欸。然后发了哦，好，来换繁星，换繁星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觉得为什么要给你？你要不要喝汽油？危险机！啊，这个直接先淘汰，回去工作。来，小雨为什么要给你？我觉得我一个雇三个台非常的困难，而且我还是本月的最佳员工。然后刚客人还鼓励了我，他说我应该要领奖金的，就是我了，经理看看我，就是我了。嗯，我觉得啦，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啦，对，大家都很努力啦。但是刚刚有一个最大危机，我觉得这个人帮忙做真的是非常的棒啊。嗯，对啊，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杰瑞啦。好的，我要去吃。好，请走，请走，请走。按下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行，我要了，不干了。哎，我要这个厨房变得很精彩。我要帮他们乱点了，他们点什么我都给他点错了，然后他们就全部走光。哇塞，超凶！天啊，我这些经理好没威严哦。我在厨房放烟火，我在厨房放烟火了。不要乱来、欸！不要乱来、啊！我在厨房放烟火，我在厨房放烟火。真的，经理，我觉得你的房间有点空哎，我帮你装潢一下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太多了。好累哦，经理好累，经理心好累。柜台真的没人了，柜台去换衣服了，不好意思、啊。下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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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柜台去换装去了。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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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个烧起来，第一个烧起来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啊！第三个，第三个。哎、欸，你是本月最佳员工哎、欸，小雨，那个让给他没关系啊。你是最佳员工，你有殊荣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的头像包手没出来。不行啊，不要玩。好了好了，你可以免费吃披萨了，你去后面拿个披萨吃。哎，我怎么还有免费披萨可以吃？你们也来啊！员工餐啊。小雨，我吃原料嘞！嗨，你来看你的免费披萨。我刚终于吃到一张披萨，都超累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努力耶，我点了28个单耶，经理。啊，你是要什么啦？要不要讲话啦？没有，他已经在那边站一个晚上了，他不可能点餐的。他不可能点餐。好吧，都走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可以自己点啊，我可以自己点，我要点个披萨。不要吃。给他吃碳，我点披萨，我要吃员工餐。给他吃碳，给他吃碳。我告诉收银员没有收银员啊！哎、欸，打烊了，打烊了，走开，走开，打烊了。我要吃东西。等下，那顾客为什么站在我头上？这顾客是怎么回事？顾客至上啊，没有听过。顾客至上，等下我把他带走啊！我把他带走。顾客是真的至上吗？太至上了。带走了，真好笑。不行，你们太失控了。还讲话？看来我该让贤了。经理要退休了。经理，我要退休了，我不干了。经理不干了。要怎么？要怎么不干啊？等一下。我怎么离开啊？退休无法。
等一下我没办法退休哎、欸。哎哎，这人不能跟他讲话，为什么？他不知道卡 bug。我没办法退休。耶、yeah, ！我自己投票，我罢免自己啊！太好了，好，没有经理了，没有经理了，耶、yeah! ！经理觉得累，经理累了，经理累了啊！换、哦、人，换人，换人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欸、不要把车开进来了，飞了！这个是来砸店的。好了，我把披萨单都做完了。好，喂，我要点餐，餐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看有人坐一坐坐到底档？太好笑了。选项界面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离开，我已经离开了。现在这个店是没有经理的状态了，无政府了，无政府了。现在是无政府状态了，无政府状态。对，我要换一个脸来表示我对这家公司的情绪。我看到你换的脸了，你看我的脸，哭脸，我很难过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然那个什么，现在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你们现在没经理吗？你们想要去当，你就直接坐上去就可以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